大姐。今天有没有麦克风？没有。哦，大家都来了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所谓美国的基本精神。这个话题就牵涉到我们这个研究多年我们的议题，因为如果是美国管辖下的一块领土，那我们到底在美国体系里面我们有什么权利？其实美国那个大法官的判决，他也有判决说，美国不管在哪里这个有任何运作，他就是要受到那个宪法的限制。所以宪法的限制，宪法也有写嘛，第六条，反正那个参议院所通过的那个合约嘛，都也视同跟宪法的位阶一样高啊。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或是在打那个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广义来讲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要受到宪法的限制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基本宪法的限制会认为说，我们有一些人权。OK， 所以如果把台湾跟琉球做一个比较哈，如果台湾跟琉球做一个比较，为什么要做一个比较？因为在那个和平条约，其实他都是认为和平条约都有写，这个琉球也好，这个第二条领土就是像台澎是第二条兵嘛。这些领土都受到美军的规范，这个有讲吗？就先不必谈主权的移转，我先不谈主权的移转，我只谈管辖 ，OK？ 所以受到他的管辖，那管辖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最后一点，就是处置，对不对？美国对琉球最后是把它处置掉，就是说他决定留存最后的归属。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占领期间，我们在美国军事政府期间，我们都是从一种过渡时期。国际法并不认为占领是要永久的，所以它是一种过渡时期。而这个领土最后的状态、最后的归属还没有决定，对不对？说不定留存要还给日本，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有别的国家出来，或是国际情势有所改变，琉球或许有其他的处置的方法。所以台湾也是一样，现在在过渡时期，他在过渡时期，所以他最后的归属，就不知道。这个是所谓未定状态。我有的人会举手说，那我知道我们是美国占领地，那这样台湾地位就已经定。这个是一般通俗的解释。但是所谓未定，就是说还在占领中，它还没有最后的政治上的归属。因为台湾最后的归属，这个多少年后，可能那个时候要有台湾人更多的参与。就像我们林博士昨天讲的，他说那个占领地也没有什么人民自觉的那个，其实那个还不大，时间还未到，那个还要四至三次，在占领地最合理的诉求都是自治。self-government， 对不对？或是他昨天讲 self-governance 也是一个说法。self-government 这个是最合理的一种说法。OK，
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。那美国回到这个基本话题，美国在这个台湾领土，如果它受这个宪法的限制，那对我们人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那这个我们也是要回到琉球。那琉球的时候，它是做的比较符合美国宪法那个精神，就是说，当地人民，就比如说昨天林博士昨天晚上他也提到，他们也没有强迫他们全面改用英语，有没有？他们是说日文的，他的文化是日文的，他的学校的教学，他的行政作业都是日文的，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都尊重。再来是，基本上那个占领地，它是人民的那个活动不受影响，人民那个土地所有权不受影响，是这种情形。OK， 所以他是要尊重这些，他是要尊重这些东西，所以，并不是说，比如说像美军直接占领台湾，他们进来就在街上就画一块地说，说这个现在属于美军的，这个不符合美国精神，也不符合美国宪法那个作业，也不符合国际战争法、占领法这种作业。所以，那个美国大法官他曾经有判决过，就说他这个占领地基本上他受最基本的人权保障。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是什么？最基本，我们英文形容，我有一个木桶，最下面的那层是什么？就是最下面，完全没有修饰，完全没有扩大，没有加以解释，就是第五条修正案，life, liberty, property, due process of law, life, 生命，liberty, 自由，property, 财产权，然后 due process。就是正当法律程序，正当法律程序会变成你一般老百姓，你平民也不能用军法审判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基本法律程序问题。那 life 当然你的生命，我不能随便判你那个有罪有什么。那个战争法也说，也不能具体判，也不能具体判，比如说。我说这位先生，他一定是通敌嘛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不承认，我这些人我全部要砍掉，对不对？不能做这样集体的，不可以。Liberty 自由也包括旅行权，旅行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必须有证件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护照，所有的。旅行证件现在叫做护照，那所以我们要先弄身份证，我们先把身份弄清楚，接下来，慢慢会走上有护照。啊，如果那个身份证可以拿到在台协会，然后不必面谈，就有那个签证，那这样就对很多人也很方便。啊，就算报纸不登这个消息，但是旅行社都会知道。他可以出团到美国去，哎，你赶快去林博士那里办个身份证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本地台湾人？你是不是日本时代？你爸爸妈妈在这里？那你赶快去办一个那个，那你就很好拿到美签嘛。啊，这个消息现在网络时代很快就出去，所以这个不用怕了。所以我们是走上这样一个部分，所以所谓这个美国这个基本精神，它是回到这个宪法上面。那很多人就是在台湾，很多人对那个
外国法哈，了解的比自己的法还要彻底。很多人住过加拿大，或是移民过加拿大，又回国，对不对？我碰过很多，还有也有长期住在美国，后来回来台湾的，那个也很多。他们对美国的移民作业哈，他们对加拿大的移民作业哈，他们蛮熟悉的哈，对台湾的移民作业一无所知的。他以为都一样哈，其实不，都不一样。像前几天我在看那哦，对我在看什么台湾的律师事务所写的那个台湾法律简介，他说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他说台湾其实没有这个观念。但是你跟很多人讨论，很多人会说，哦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他说这是美国的观念，这是加拿大的观念，这是欧洲的观念。很多这个学者他就回来，他就认为说这是基本法律观念，台湾哪有这个观念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但是我马英九比你更平等，我跟我的主权有18%，你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有加薪，你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哪有台湾哪有什么平等？没有，实际上那个没有。美国是强调这个精神。OK， 他是强调这个精神，基本上就像美国的，应该是说，我们出发点是什么？人人平等。他认为什么叫人人平等？有的人会举手说，美国总统先生，你讲错了。人人平等，我弟弟是跛脚，我阿姨中风，哪有人人平等？他们根本就不一样，但是。美国解释人人平等不是这样解释，解释说机会平等，机会平等 ，OK， 所以每个人有同样的机会来那个。那昨天林博士也解释外来政权式的人人平等，外来政权式的人人平等就是我们先。把国家分为治理，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先把它分为治理35个省，然后我们要选代表，我们就每省2-3个人，那这个是我们人人平等，是不是啊？那所有的200多个名额里面，你台湾有3个名额，那我新疆有3个名额，我广东有3个名额，我广西有3个名额，啊，这些人。找不到，我就补浙江的过来呀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中国式的人人平等，这个是很荒谬的。假平等，这个他们做的都是假平等。所以我太太说，像郝龙斌推出什么，什么海外留学补助，我太太说。这个用意当然都很好啊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你台湾人申请看看，哦，对不起，没有名额，对不对？按你那个高官的儿女申请，哦，不但有原来的补助，还要加50%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假，他所有的措施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对他们自己人来嘛。所以这个是违反美国精神，就是基本上人要那个平等的机会，对不对？这个平等的机会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精神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很多人从那个海外回来，他对美国好像有所了解，他就说美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，哦，美国有陪审团，美国有陪审团，对，那。这一部分还有美国可以买枪啊，所以他说将来台湾在美国管辖下，哇，每个人有枪啊，不然我们天天要去法院，参加陪审团，这个就是一知半解，因为这个就回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，那些海外领土的案件，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解释，就是像陪审团啊。拥有枪支啊，
其他有很多这个细节哦，美国最高法院它有解释，这个只适用在那个州内哈、哦，像现在有50州，它只用在50州内，那个海外领土，那个最高法院它有承认，他们有不同的传统 ，OK， 连美国的税制也宪法规定是统一，但是大法官认为海外领土是例外的，不受那条的限制，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个海外领土有所歧视，它不是歧视，在1898年，就是110多年前，美国刚打下那个波多黎各的时候，美国是为了古巴而参加那个美西战争，美国人认为好像古巴就是太霸权什么的，古巴人应该自己有国家了，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干涉到古巴去了。啊，古巴打下来以后，1898年7月17号，古巴就打下来，啊，那个军队还在那里，那个时候菲律宾一个月后才打下来，关岛6月已经打下来。但那个时候，那个军队在那里没事干，啊，到底要回美国去，要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军官就在附近的岛屿就看一看，后来他就跟美国总统说：“哎，那个 Puerto Rico 看起来也不错哎，哎，那个给我几天，我就给他打下来。”啊，美国总统他赶快去干，他想 one day 对不对？他们去占领 Puerto Rico 嘛，那也是一样。尽量不要有什么伤亡嘛，反正他就去占领那个地方。所以后来，古巴在那个和平条约，古巴是跟台湾有一点像哦。古巴放弃对他的一切主张，没有说给谁。奇怪，我们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在台湾在谈台湾地位问题，只有我跟林博士有时候会提古巴的例子。所有这个其他的国际法学者从来不提古巴的例子，但是古巴跟台湾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特别是和平条约，西班牙放弃没有说给谁，那不是就旧金山和平条约不是很类似吗？放弃没有说给谁，不知道这个其他国际法学者在做什么，每天可能在喝酒聊天，没有在看国际条约。我们就看国际条约，看惯例，别人怎么处理。1899年4月11号，美国西班牙和平条约生效，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一切，没有说给谁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请问，在古巴飘的旗帜是哪一个旗帜？是美国的旗帜。为什么是美国旗帜？所以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不懂的战争法，你根本对这个都不了解。所以常常我们会碰到那个国际法学者，我们就是说，你把美西战争后波多黎各的处置、关岛、菲律宾、古巴，你把这个处置整个流程给我们讲，包括旗帜在哪里、主权在哪里，包括人民的国籍在哪里、旅行权，所有这个讲好，你再谈台湾，他们不会啊。我说你根本不懂一个基本的安排，你再谈台湾很复杂，台湾的国际关系很复杂，他们基本的都不懂啊，他们就会觉得说Puerto Rico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不，这个就是你要从基础开始。你也可以说到国中，你也可以说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跟国中课程有什么关系？你也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其实有关系啊。你一层一层要上来，一步一步要上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小学一年级的那些国字都不会写，你国中还能上课吗？哎，这个都有关系哎。啊，他们都不会，我们这个研究的很彻底 ，OK。所以回到古巴，
和平条约生效以后，是美国旗帜在飘。为什么是美国旗帜在飘？你没有给谁？古巴还没有独立啊，古巴还在占领中。谁是占领古巴？是征服者，征服者才是占领军。这个又在台湾说，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了，我就举手说又怎么样？接受投降，你告诉我海牙公约、日内瓦公约是第几条说你得到任何权利 ？No， 你没有任何权利，是征服者有权利做支配、做占领。请问谁轰炸台湾？所以啊，美国是占领者。你看旧金山合约，你就看懂。哎，明明美国轰炸台湾，所有攻打台湾都是美军所为。这个在哪里？这个在哪里？23条，主要占领全国就在这里。旧金山合约有没有提到中国？有，他有几个条文是说中国这个。那第二条 B 没有给中国，后面那个条文给中国。就确定什么东西给中国，中国有什么权利。好，那再来23条 A 就是美国主要占领权啊，这样台湾地位就已经很清楚，美国占领地了啊。他们国际法学者不会看，他们因为为什么他们连那个梅西战争都不会看啊？再更早美国墨西哥战争啊，啊你看这些人他就讲哦，投降就台湾就变成中国的，因为我接受投降。我举手说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墨西哥今天就已经全部是美国的。因为我你拿个地图来看，美国在这里，墨西哥在这里，墨西哥市在这边，美国打到墨西哥市了。今天这么大一块家就在这里啊，这么大一块，如果投降可以移转主权，那这个也都是美国的啊，根本这个道理不存在啊。伊拉克投降他们不再打啊，那个属于美国的吗？这个不通嘛，没有任何国际法的安排是说投降当天就可以把主权移转，没有这回事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慢慢了解，然后我们也了解美国有这样子一个基本精神，要那个保护到我们的一些权利。所以昨天那个蔡总理也在讲，我觉得他的重点好像在就说这个问题，他重点在那台湾的人权在哪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。台湾的人权在哪？我们过去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台湾人的人权好像全部被牺牲了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只要一天美国不讲清楚台湾的地位、美国的责任种种，台湾的人权就是被牺牲。我们可以这样的解释。所以我想昨天听到蔡先生在讲，他也是对这个非常的不高兴。他平常看起来彬彬有礼，但是他开始拍起桌子骂的时候也是不同的心态。也好 OK， 要有一点生气才能往前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美国也留学好多年嘛，所以他也知道一些这个基本精神。我们要如何在既然美国是用这个宪法的体系来做事，所以台湾的问题应该是要重视这个宪法的权利。所以生命、自由、财产、正当法律程序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要求的。再来，旧金山合约的条文
没有给中国就没有给中国，在我们看起来这是很清楚的一句话，没什么好讨论的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好讨论的，特别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，是蒋介石集团也被从联合国驱逐，在美国跟蒋介石有断交啊，从这些事情啊，这些事情啊、都已经发生了，所以已经没有跟 ROC 有其他的关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已经是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要如果有机会去跟美国官员讲，我们要讲到这个话，要跟他们讲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，大家提出来一些想法，说到底如果去美国，我们要跟他讲，如果技巧上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太严重的问题，我们稍微留到后面。我们先把谈的比较基本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弄到他都已经跟我们配合的不错，我们再把其他的一些账单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太早，对不对？太早谈太多细节，这个就不好。这个就想到跟我太太的关系哦。我太太也常常讲啊，她说嫁给你也很奇怪，因为她说她前面，她现在常常在谈她前面那几个男朋友有多好。没有，她也觉得奇怪哈、哦，为什么她后来？他现在回顾哈二十多年，为什么他嫁给我？他前面那些男朋友，但是我当然太太要讲这一方面，我只听了，我不要多说了。啊、哦，是是是，因为女孩子喜欢得到安慰，你听就是一个安慰。不要多讲话，对不对啊？也不要显得不耐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太急。好嘞，对，你慢慢听哦，这样，那你看从中间插个话题说，这样子，那怎么？听起来这样的人好像有什么心机啊？你插这样的话进去就好了。但是他以前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他就被介绍啊。不同管道介绍那个留日的那个，或是就是去日本的那个台侨的那个家里，啊，有的他们很有钱，就什么开那个大饭店连锁。他说那个秘文叫做小开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大老板的儿子吗？小开店。对，就所以他就说，因为他爸爸。不晓得他爸爸坚持就说你应该去台湾人比较好，不过当然要会讲日文，所以我太太就是那个时候六二三十年前，我太太是1968回来嘛，差不多是1968岁，所以三十多年前留日本的台湾小姐不多，我太太说的不多，那个时候不多，所以他就说他一直在追我，我在想，一方面我知道就在日本，那个礼节是很重的，所以你在日本经营那个大饭店，一定是整天我要负责送礼，我要负责张罗这个礼，还有为你的客人每一个要鞠躬90度，我这个腰啊会酸啊。然后我是选，他是选旅馆管理啊。他说他学的那个课程，一年级是480几个人进去，毕业的时候不到80。他毕业了，他是学旅馆管理，旅馆管理是属于 general manager， 总经理啊。所以他说，你是不是就是想请一个免费的 general manager 啊，免费的总经理啊？啊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继续玩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说，我不要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就要说，对对对，那个不要啊。
这个才好。对，我说，但是他说，哎，但是也不行，跟你结婚，然后呢就变成开补习班，还不是变成 general manager？ 我说那这样比较好哎，可以多练英文啊什么的，很好，可以多了解美国精神。他说这个不好，我看，所以这个不知道，这个反正我们那个时候37、38岁，所以已经工作了，没有结婚的就应该赶快决定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，但是这个是不是符合？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人生的一个规划？你总是要有一种规划，所以总是要谈一谈。其实接下来就是问题，就是怎么样往前走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整天在后悔过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像林博士昨天讲的，我们是比较清楚过去。所谓台独这些路，其实他们走了40年、50年，他们的方向都错了，差不多错了。哎，我们几年前跟那个蔡崇隆也有吃饭，彭敏敏那些我们都有接触过，我们就是很技巧的跟他们讲，你这条路是走错了，不过他们好像听不进去，他们听不进去，所以我就说，你看到。这些团体哈，他们会被他们支持者绑架。其实蔡英文应该差不多，他们都是被支持者绑架。因为他现在如果发觉自己不对，他要做很大的改变，那他的支持者可能都不同意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，你要他们改，我想机会不大，你只能把他们边缘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决定，这条路也只好自己组织团体来走啊，可能很难去跟别的团体来做一个合作。不过别的团体他们有对那个整个历史也有不同的解读，啊，对人权有不同的解读，台湾地位什么各方面有不同的解读，然后不同的理论，所以这个没有交集的。开窍。对他们从我们角度来讲，他们还没开窍。所以有的人建议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跟美国联络，我们应该找一些这个国际法学者嘛，啊，跟他们讲，啊，派他们去为我们讲。啊，我跟林博士还有其他我们州长，我们就一直认为说，你要参加我们团体，你来受训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受训，那我基本上我不要。我们怎么可能随便找你办公室，然后求你来那个？你都不懂我们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派你去做什么，不要三分钟就变成你的台独了，一定是这样吧？因为你基本上你不懂嘛，你基本上你不懂，所以这个是。这个是不太可能，我就是跟大家说，叫他们早点来受训，因为我们现在说好听的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空位，啊，等到那些位置都填满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太晚参加，你到时候就有端茶的份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老先生80岁还在那里端茶，我叫你早一点来，你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到时候人家都没有端茶给你吃啊，给你喝啊，没有啊，是你端给别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他们讲，你要早一点才对。OK， 所以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就说有很多这个基本的观念，像拥有枪啊，陪审团啊，其他这个在海外美国管辖里的海外领土，这个没有，那为什么啊？那个税制，一般人都很那个敬仰，怎么会税制也不同？因为当初啊，他把这个 Puerto Rico 那个打下来的时候，后来那个有人那个时候就有那个争执嘛，那个行政机关就是说，那 Puerto Rico 进来的东西啊、
Puerto Rico 好像不是我们一个州，所以它是外国，是不是？所以它进来的东西要扣这个税，啊，税很重。啊 ，Puerto Rico 的那个厂商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我是美国的，我不是外国的，我扣的税应该就是一般税，也不是扣什么外国税，所以这有各方面的争执，所以就这个诉讼案就闹到大法官。啊，大法官做的那个第一个判决哈，那个前面一两个判决，那个印出来，今天印出来也七八十页。他探讨的这个问题探讨得很彻底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当初他对 Puerto Rico 下这个结论 ，Puerto Rico 非国内非国外，这个是大法官做的决定。你看他们拿很多的薪水，然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，非国内非国外。OK， 所以什么叫做非国内非国外？他后来就有提出一个名词，叫做未合并领土，就是领土有合并、未合并这两种。那基本的分别就是说，合并领土就是一定走上州，所以加利福尼亚，从墨西哥被割让过来的时候，加利福尼亚是先做领土嘛。啊，到底它是合并领土还是未合并领土？就以后来大法官判决那个解释，就是那个是叫做合并领土，因为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州。OK， 所以那个就合并领土。但是后来这个海外的东西，它是那种未合并领土，因为它会不会变成州，这个就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。到今天来讲，110多年。Puerto Rico 还是一个海外领土，它没有变成州。OK， 所以这个税制怎么处理？那当初 Puerto Rico 也好，其他加勒比海那个西班牙属于岛屿也好，他们当初1898年或是1890年代哈，120多年前，他们一直跟西班牙在抗税。他们一直有抗税运动，觉得他们的税负太重。那美国大法官也了解到这一部分，他们去了解他的税，了解他的税的那个程度以后，他美国大法官也了解，美国的税比那个重很多。所以如果用美国的税制下去处理 Puerto Rico 的事务，那一定会革命。所以行不通，那只能讲一句话，它这个地方它有不同的历史，不同的风俗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尊重？所以就出来这套法理一直用到现在。海外领土是不一样的，海外领土有不同的规范，在美国宪法大体系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规范，而不是每一条就自动适用在内。所以后来那个税制就变成 Puerto Rico 是不一样的。所以 Puerto Rico 到今天来讲，他们是那个美国那个联邦选举，他没有投票权。OK， 因为他不是一个州，他是一个海外领土。他美国联邦选举没有投票权，但是他也只有付自己的税，他是一个独立关税区。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也常常说台湾是一个独立关税区？所以我们要贯彻这个观念，独立关税区就占领地。OK， 所以它形成它是一个独立关税区。那很多人他就说，独立关税区的意思就是国家，它不是国家，独立关税区就是独立关税区。这个观念你要从战争法下去了解嘛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因为他有独立处理他的进出口，就像伊拉克在美国占领时候，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嘛，因为美国在处理那个进出口的东西，但是他是以占领军的那个方式来处理，他不是以一个国家的方式来处理。 OK， 所以有这样情形，所以台湾独立关税区叫你说台湾地方的收入，我们只有缴台湾的税，我们不需要缴美国联邦税，应该是这样。
OK，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当然最好是可以完全澄清的，或是有些证据，或是我这些一个一个要跟美国政府去谈。但是基本的结构，我们从过去的例子，所谓潜力可以去了解啊。所以这里也是啊，美国基本精神，我们要了解一个法律结构。在台湾，大部分的人怕学法，怕学成文法，就像你有一本《六法全书》，你要知道什么，就里面去查，里面写什么，就是借条。但是你比较会忽视是说，法律也有不成文，不成文法就是变成什么惯例。哇，很多人就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。惯例 ，OK， 所以我执行什么东西，我有什么主张，是因为什么法第几条、第几项、第几款，他有这样写。啊，其他我要主张什么，我也可以主张，不成文法，我谈的是惯例 ，OK。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人懂不懂什么叫不成文法。你就听他讲的就可以。台湾属于谁的？台湾属于中国。为什么？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、日本投降书已经讲得很清楚。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，所以属于中国的。所以你看这里，他是用成文法的观念来引述一个新闻公报或是一个投降书。那不是法律，他是用成文法的观念来谈这个非法律位阶的东西，这样不对。你要说一个新闻公报、一个投降书可以当作主权移转的依据，你必须谈惯例，因为那不是法嘛，你必须谈惯例嘛。那惯例是什么？你提出两三个以前历史上有类似的情形，而国际社会都承认这个主权有移转过去，你提不出来。国际社会有这样的惯例吗？完全没有啊，你提不出来，所以你这个理论是错的。你看他们这个，他完全不了解成文法不成文法之间的什么应用，怎么解释，完全搞糊涂了。所以你做事情在国际上你做久了，你就形成惯例。那我们举个例子，美国也有那个惯例的判决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。像以前什么非洲有什么战争，美国有好像有参与，那我这边有，那你会觉得敌军的船我可以把它炸掉，对不对？这他是敌军嘛，我可以把它炸掉。结果当地有那个类似华语会讲的什么三帆船，有那个三帆船在做一点海边的那个生意，有没有？啊，他们又把那个炸掉，啊，结果那个拥有的那个厂商他就起诉说你要赔偿我。后来到美国最高法院，他说他们调查的结果是这些船没有参加战争，这些船历史上也没有参加战争，他是做平民的那种小交易做生意的，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军事目标。所以按照惯例，这个没有任何法条啊，这就是按照惯例，按照非洲那边的历史文化，按照惯例，这个不是你的军事目标，所以后来就是要赔偿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，就是说惯例的效力在哪里，它可以有这样的效力。所以我们在战场上，本来多年来，就是拿破仑时代以后，因为拿破仑他吞掉很多土地嘛，啊，拿破仑过世差不多1820年那个时候，那就你今天差不多200年，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国际法就改了，啊，改什么？就是改说这个占领的观念，所以
你如果看到《孙子兵法》里面谈占领，我想他谈的占领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占领，我们的占领哈是拿破仑时代后的一个观念，在那个以前没有，在那个以前观念是兵吞啊，我的军队过来这里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把所有的男的我全部征收，也变成我的军队，我继续打。那是拿破仑时代以前，拿破仑时代以后不是，所以慢慢累积这个观念，累积成国际社会认为是惯例，啊，就编那个日内瓦公约，好像日内瓦公约第一个好像是1865年，那个以前美国也有编一些战场上的守则。啊，这些都是今天所谓战争法的一些依据。那后来比较有名的是海牙公约1907年，当然我们都熟悉那个日内瓦公约1949年也做了很多嘛，写很多。这些是因为惯例所累积的，不成文法后来变成成文的一个规定了。它那个规定也是从国际法的一种。OK?但是要了解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例子也可以举，也同样的都有效果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日内瓦公约1949的那种里面的很多精神，我们还是可以在蒋介石接受投降1945年，我们还是可以引述。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不成文法跟成文法是在这里不一样？你成文法，你只能说它生效以后你才开始引述，但是不成文法不受这个规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惯例所形成的嘛。所以那个惯例在1945年已经存在呀，很多那个惯例呀，什么什么，你对俘虏的对待呀，你对人民的对待，你对。占领地人民土地的处置啊，那个已经形成惯例，是1949年可能才比较写出来比较详细，但是1945年也已经是惯例啊。所以这个法律观念，头脑要做一点体操，是不一样的。那昨天我又跟这个朋友谈到什么？谈到这个美国的法典。我想这个部分稍微介绍一下，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，美国法典也配合美国的那个逻辑的一部分。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要谈什么问题哈，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要谈什么法律问题你要怎么样，你要请几个博士来去研究那个法律。因为为什么台湾譬如说有关外国人的事务，你可能谈到一个移民法，你可能谈到一个国籍法，你可能谈到一个户籍法，你可能谈到很多这个法，而这个法你的时候你能说没有互相冲突的规定吗？其实里面有，它有互相冲突。你再接下来它每一个法有施行细则，这个里面，然后这个部分是内政部主管，这个部分是财政部主管，这个部分是这样，那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？很好笑哦，没有啊。所以人民常常是，像我们以前开补习班，中央来说，你的消防这边必须有一个那个绳子梯，你给我装，我们装了以后，省政府来说，这个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个给我拆掉。事实是这样，市政府来又有另一套规定，每一个在走自己的一个法律观念，没有人去协调。OK， 所以美国用美国法典来避免这个问题。OK， 他们叫做 United States Code。OK， 所以我们将来一定为台湾的法律重新编一个像台湾 Code、台湾 Area Code、台湾 Session Code 什么的。OK。你先把所有的法分类，那美国都已经分好了，你就可以把那个分法拿过来。然后每一个东西就是编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谈台湾关系法，但是你要查台湾关系法，
你就查那个号码，譬如说他是22 USC 嘛 ，United States Code 嘛，3314与后面的条文。所以你只要到你电脑，你只要加入22 USC 3314，啪就出来第一条，然后继续往后面。那你看他的编法，他是来什么外交里面的那个什么？外国领土，然后台湾那个他都反对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别的法案你要谈台湾什么东西，你就是通过那个条文以后会编到这个里面去，那你在拟法案的时候你也会参考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，所以把那个冲突的规定就没有这么多的出现。你比如说像美国早年没有那个投资移民嘛，那后来他们好像通过那个投资移民，那他就会把这个东西不是单独放在那，而是会投资移民，他会到移民法里面的那个相关那个条文，会插到这个英差的地方。那你再看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如果那个跟别的条文有冲突的时候，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。那当然，那个国会议员、参议员，他一定会看到说，哎，但是这一条明明讲的我们没有投资移民，你现在加这一条有投资移民，那这一条同时也要修正 ，OK？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将来我们台湾的那个编法，我想一定要走向这个。所以这个作为我们美国基本精神的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谢谢各位。哦，刘姐。谢谢，开始。